一整年下来，那其实很多的个性大家其实都会了解，而且越来越亲密，甚至是有体力的交往。没想到是我跟你。然后说现在谁可以去把它弄出来？这一位就掏出他的，等一下，是那种情绪问题。浩子入主营业中受挫，差点死掉。姚元浩、炎亚纶掏出来交换体力。哎，有哭，但是你看这个旧店长跟当新店长难吗？哇！是的，还营业中28号记者会公布新店长由鬼鬼接下。主持人班底除了妥宗康、炎亚纶、姚元浩，还加入浩子和莎莎助阵哦。有啊有啊，对，当然有。他会担心可能是。担心另外一个女人。好，你刚才讲别的节目，一定要这样。啊，对不起。没有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叶总。啊，不要跳坑啊，不要跳坑。我觉得不管就是都支持，都可以都支持。不要跳，我觉得你不要跳。所以浩子对于粉丝接棒吗？第一集其实回去还蛮错的，而且他们已经有了默契跟律动，我跟莎莎两个就插不进去，很想要贡献一些什么，甚至他哥还走到那个电梯后面说，还好我有莎莎可以相依为命。一整年下来，那其实很多的个性大家其实都会了解，而且越来越亲密，甚至是有体力的交往，没想到是我跟你，对，你是有的。是那种情绪问题，哎，他不是被叮吗？哦，对啦，因为我们在荒郊野外，就在树上有一个很大的蜂窝，他们也没发现，我们也没发现，所以当我们在那边捡草的时候，那蜜蜂整个冲下来咬人，就被他咬到了。这一位就掏出他的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先有人提议，哦、我有先挣扎，不要讲了，我很想要。阿摩尼亚需要阿摩尼亚，然后说现在谁可以去把它弄出来？不要乱讲出来，就是需要阿摩尼亚，需要阿摩尼亚，然后就是需要童子尿，不是童子尿，只要阿摩尼亚就好了，不是灵异节目。我是有一个经验，就是刚做些事情的时候，大概离姚元浩三步是相对安全，因为他当时被盯的时候，其实我在他后面，我很不义气的转身就跑。真的爆炸事件。浩哥呢，就拿了一个玻璃碗，然后在卡式炉上面烧水，他要煮东西。然后我们每个人都劝他说，那个玻璃会爆炸吧？他说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试试看就知道啦。过了5分钟，他真的爆炸。黄生推真的那一天差点死掉，那一天真的有。